这边轻轻松松就甩掉，我这边怎么样？我这样子这样甩才甩掉。如果你想要有一个轻轻松松就得到这种胃部的享受的感觉的话。阿诺。在做那个跳蚤市场拍卖吗？不是啦，我在挑保养品啦。挑保养品，这些瓶瓶罐罐啊，有些擦起来不是太黏，就是太油，或者是太稠，就好不舒服哦。是啦，其实阿诺也想要有春天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想要当女神。我告诉你，我要介绍你一个很厉害的五合一的保养品，它一瓶可以顶五瓶，你就不用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好期待哦！走，我们去做实测。你看，就是它 Aqua Label 水之印的全效 3D 高保湿弹力霜， QQ 的，没有一般的乳液或乳霜的黏腻感。你看哦，帮你擦，我另外一边帮你擦一般的这种乳霜。我现在把两边的手放到这个羽毛丸里面。其实这样放上去了，你看我们这样放，我这样压哦，然后甩。这样甩真的耶，表示它表面是形成一个黏腻的感觉。因为现在天气真的有点闷热，对，所以如果你太油腻的话，不管是你后续想要上妆，或者你其实想要去睡觉，你脸上就会觉得我明明被子就没看在脸上，为什么脸感觉好像盖一个大被子？更重要的是，又觉得如果太清爽，会不会没有皮肤保养的作用？会不会不够保湿？我这个年纪一定需要保湿。对，你这个年纪最缺的是什么呢？北鼻肌。在这个全新升级的版本里面，它透过那个亿万分之一的分析仪去找到我们 baby 的皮肤里面的一种氨基酸，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的渗透力、吸收力以及弹力增加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来测试，因为 Aqua Label 水之印的这一瓶全效 3D 高保湿弹力霜，它本身哦，除了我们刚才讲 baby 氨基酸之外，它还有这种双重的玻尿酸以及胶原蛋白。它很棒的是，它可以变成一种封存式的概念，就是把你皮肤所有的水分密封起来，所以它才可以一瓶抵五瓶。我们帮阿诺阿姨，怎么升格啦？擦这一瓶，然后呢，妹妹你要擦五瓶是不是？对，预备，开始。你看阿诺只要一瓶的时间，就可以达到五瓶的功效。哇，这件衣服好好看哦，我要买，这鞋子我要买。我们还在等你哎。对啊，我都快擦第八层。没有，我们只擦一层。真的，我们只擦一层，不要到时候大家以为我们在作弊，其实我们只擦一层而已，只是我们在等他擦五层。好了，是不是？那接下来干嘛？我用吹风机吹你们两个人的脸。我的刘海是假的，我的假发片会飞走，不要啊！经过了冷风吹袭之后，脸上的数字，你看阿诺，我怎么了？你看你的滋润度是32.5，皮肤的滋润度是它一倍耶。我不敢相信哎。接下来这个呢，就是很多女生关心的，就是它的吸收渗透力了。对，我把乳霜以及 Aqua Label 分别涂在这个压缩面膜上面，压缩面膜它碰到了水分或者滋润的成分，它就会膨胀开来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等一下的变化。你看看，经过了时间之后，你看这一块变得比较高哎，对，它是不是整个就蓬起来，而且高很多？买一罐抵五罐呢，又可以省时，又可以省钱包。是啊，老师等一下，你干嘛？老师，我要收东西啊，我收摊了。疯狂实测让它烘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给我两罐啦。